望的人生如游，看透什么叫做足够，我本身哦很喜欢古典音乐，听完这个音乐之后呢，我对它歌词里面的这些文字呢，我有满满的感动，因为我觉得文字的内容它充满了这个温度，人世间就是需要有这样的温暖，我收获蛮大的。这是我第二次参加，上一次的经验非常好，所以我就觉得这一次一定要参加。我发现就是每一首歌好像都有它自己的一个能量，所以我这一次也是听到非常多我很喜欢的歌，然后我觉得在现场听那个能量的感受更不一样。我是觉得这个音乐会呢对我们帮忙很大，因为它是提供高能量的音乐，让我们心情会觉得比较平静，而且能量提升。因为最近工作压力很大，那今天经过这个音乐会的洗涤之后呢，已经快要没有电的身体呢又充满了能量。一般的音乐厅呢好像越听那个心越沉，它比较能够振奋人心，不管是歌词或者是旋律啊，你听了之后就会觉得是一种激励。这跟外面的音乐会不一样的地方呢，就是说你一个演唱者他本身有一种内在的修持，所以他歌声的带有一种正能量，可以感动我们。大地喜洋洋，世界不一样，因为有太阳，我学会坚强，因为有太阳，我开出方向。觉得每一首的话，他就是把那个人生应该比较积极正面的东西放在歌词里面，所以大部分每一首听起来都有感觉。像有一首歌叫因为有太阳嘛，你只要心中想着太阳，比较能够往上的力量，比较不会说很多事情比较悲伤啦，或比较遇到挫折的时候，你就会一直没有办法走出来。听完之后，这是跟一般的明星的演唱会差很多，而且甚至比那些演唱会更有过之而无不及，让我们心灵非常的疗愈。我印象最深刻的是《因为有太阳》，我觉得歌词里面的内容它给我满满的一个活力，充满了希望这样子。今天的歌曲其实每一个歌词原来是我走过，我曾经经历过的，然后或者是我曾经安慰别人的话，都写在歌词当中了。在肩上，用心看。